佟丽娅同一天生日，张雨绮，我生日也是这一天。一大早醒来看了一下微博，顿时愣住了。8月8号是个非常吉祥的日子，没想到今天过生日的明星也不少。倪妮今天将迎来30岁生日，而佟丽娅今天也将迎来自己34岁的生日。说来也巧，今天正好也是张雨绮31岁生日。说到张雨绮，近日她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时被网友偶遇，她自己也在微博晒出好多自己美美的照片。张雨绮近来心情大好，从她在乐园中开心的模样便能看得出来。此时骑着旋转木马，但她像个小女孩一样无忧无虑。今天是张雨绮的生日，昨晚她还在上海迪士尼乐园。至于今天的生日，不知道会和谁一起庆祝呢？张雨绮还没有宣布今天要庆生，但是网友已经提前送去了生日祝福。今天恰巧也是丫丫的生日，如今佟丽娅已经原谅了陈思诚，跟丈夫的感情和好如初。小编相信，作为丈夫，陈思诚肯定会让丫丫度过一个很难忘的生日。虽然丫丫还没有宣布自己今天过生日，但是不少网友已经送去了生日祝福。说来也巧，今天是倪妮30岁生日，小编觉得他们三位女神在一起庆生，那该是一件多少幸福浪漫的事情。今天是三位女神的生日，祝他们生日快乐，每天开心，越活越年轻。免责声明，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